好，我们第二场比赛已经开始，接下来我们就双方第二场比赛的一个对决。是，好，这应该是机场还没有起跳啊。黄昏啊，这是一个黄昏的，应该是最美风景吧？我也觉得是。好，左边是 CDK， 右边是第一场之后的积分排名啊。神奇四侠十二分排在第一，然后九分的是你吃鸡吧，八分的是机不可失，七分的是教化肌肉，给点镜头是六分啊。接下来是五分的日理万机，校长他们苟且偷生是四分，然后混沌大队三分，鼠胆龙威两分。哎，鼠胆龙威进了分圈啊，木有我棒战队是一分。这个天气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远方的风景。嗯，当然前提是光照很不错，然后又不刺眼，对吧？对，然后也看得清任何的东西，然后心情很愉悦。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这个目前所有的天气设计里面最好的一个，就是有大太阳那种天，如果显示器亮度调的稍微高了一点，会觉得有点刺眼。对，然后下雨天会受声音和那个视线都会受到干扰。这样的天气，这种画面调到最高的画质的话，其实很像在看电影。是，就是看着看着突然会被人打死，有点看鬼片儿、恐怖片。以前有一部片子好像叫《逃离什么什么岛》啊，逃离恶魔岛还是什么，就大概就是这种类型的。是。好，还有倒计时五秒就要出发了，我们首先注意的是航线啊。上一场的航线还是一个比较正中的航线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家跳的位置和第一个圈的这个位置会决定队伍最后的这样一个难易度啊。机场里是右上往左下的一个航线啊，这还算是中规中矩的一条航线，而且这非常正中的一个航线、这个航线其实哪里都能跳到。是，这个地图资源最稀缺的其实就是右上角的那个最高的那个山峰，对吧？这个周围的房子就特别贫瘠，Y 城上方 S 城右方，这个 stable。 好，有人飞 S 城，有人飞 Y 城，应该是各一个队，那这样打不起来。 S 城是你吃鸡吧、然后 Y 城这边的话应该是悍跳吃鸡。 R 城至少有三个队，好像不止，中间跳了一堆，有人要跳学校和拼图房，中间还在看偶棒他们。哦，厕所游侠好像是准备去 G 港、然后 Perfect 他们这是准备去 M 城吗？看一下机场是谁，然后 FTD 牛董他们好像是直接落了 R 城了。机不可失是选择打野，水城是有一队，好像是欢乐送三去水城了。二六九机场应该有两队啊，这边的话校长还是回家，是鼠大王他们那个队和偶棒他们那四个人，偶棒还和那三个混在一块啊。是的。好，这个航线我们看一下、两侧的资源点和飞的这个位置的难易度啊。是，我看蓝色的圈基本上是你是可以开伞直接到的，然后那个就是红色两侧的圈可能是要飘一飘，绿色的圈基本上能开伞就要开伞才能荡得过去，再远处你就别考虑了，可能要开车过去了。是的。然后资源点的话也是有四人点、两人点、一人点和刷车点，大家这个这些图也可以自己玩的时候在网上找一找，更熟悉地图啊。没有照片，这应该是肯定是去机场了。机场应该是两队，我刚才看还有鼠大王他们。是，机场这个位置呢可能是要就是开就是头台最高，然后到自然开伞差不多四十飘过去应该可以到。来，我们看一下安全区的情况。安全区刷了，哎呦，左下角，哎呦，那机场反而是占了便宜。Y 城最终是没有人去啊。大家都选择远处飘，悍跳吃鸡没有选择去 Y 城，而选择去右边的 L 城。是，因为 Y 城他们觉得人可能会多，反而造成了这个 M 城这里可能会比较拥挤。是 FTD 好像也是落机场了。沈佳琪鼠大王这个队打偶棒这个队的话有点难度，不止啊， FTD 也在这呢。也在吗？是的，三个队啊。上面海景房的话是厕所游侠，然后小楼依然是跳这里啊。神奇四侠，神奇四侠我感觉十场比赛有八场他们都跳这，或者说能跳这儿的他们基本上是肯定跳这儿，比较熟悉地形嘛。这是 G 港上面的那个海景房是吧？是的。哎，拳击，沈佳琪跟人拳击，大木，沈佳琪和大木两位 DOTA 选手，哎呀，是沈佳琪被、被撞了一下，被撞了一下，但还没死。这好像是大木，要拿锅去拼人。我看一下，有点像。哎，锅的话是他的拼死人的，撞他那个人为什么不在拳击再来给他来一下？可能去捡枪了。在渔村呢？大木和5400这边好像也打起来了。
大木已经倒了，大木被5400枪毙。好，不跟他们聊一下。5400枪还是比较刚啊。龅牙擦跟沈佳琪一起抱团了。嗯、错觉他们好惨、啊、被不同的人收拾。是的。其他人在小三小五那边。没有 C 组。图拉夫这边是要去场。C 组有人吗？躺下来拿着。但是图拉夫和错觉这两个人的个人配合就是个人能力很强。我没写了，我账号。然后双排的配合也进行过多次，所以应该还是有一定战斗力。关键是要先捡到枪。捡到了一个 416，图拉夫最喜欢的枪之一。啊，喷子也有了。啊，舔的速度也非常快啊，这是补给血量。绷带是4秒打完，然后是补10血。这个10血是要跳的。急救包是7.5秒打完。那边有多枪吗？急救箱是。我刚才在小五，我是没拿到枪。但是要10秒。急救箱呢，通常会管它叫笔记本电脑或者电视机。是的，长得就比较像嘛。嗯。啊，错觉，直接是进了 C 字楼。他们在哪儿？在。错觉特别喜欢捡弩。他只捡到弩了怎么办嘛？身上也不想捡。我身上有枪，他还是捡了把弩。水城的话，这是欢乐颂仨。感觉是打五，也是一般会选择跳这种没什么人的地方。水城可能是大多数的就是高手最不愿意去的一个地方，因为这种太难搜了。嗯，一是难搜，二是地形的转角特别复杂，你万一没有把路记熟，很容易自己不好跑，然后被偷了也不知道。而且你有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走回你刚才走过的地方。我感觉这边千雪应该是已经搜晕了，赶紧跑。但问题在于这个水城线不是在这个第一个圈里，所以不好混。好，守望鸡排，守望鸡排的话是来到了这个地方，有人叫监狱，有人叫马蹄山。嗯，我喜欢叫监狱啊。但其实它其实跟监狱没什么关系。其实跟监狱也没什么关系、嗯。就是五个仓，然后再加上前面两栋楼，后面两栋楼。这是暴走。哎，好像这是幺二四六，他们直接摸过来了，不是一伙的，是守望鸡排碰到幺二四六。这是他们包过来了啊 ，SKS， SKS 如果敢拿的话，应该是有进。里面人的位置就是在于掩体比较多，比较好躲，外面人是有心打无心。但是关键是可以看谁先减员。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出来，你肯定是要走大门的。这个地方没有后门、嗯、你一旦在外面被包、马蹄形的一个出口嘛，你只有一个出口出来，要么就躲在里面不出来。你从侧面蹭上去也是要爬山的，而且只有一边可以蹭，只有那边可以蹭、啊、就是出口往左可以蹭。这个地方一旦守住高点，基本上就是属于瓮中捉鳖，所以说这个马蹄山还是就是进去有风险，有可能出不来。单排你可以尝试，组排的话比较难、啊、这好像准备出来了，看到人，哎，直接打了一个，第二个老李，老李已经出来了。上面这个要补掉吗？他选择补掉，不让对方报位置。好，看见他了，我来。但是现在老李他们已经是发现了这一点。看到了，我看到了。SKS 在这扑，紫萱这边是一个八倍镜 SKS， 看到了。中两枪、三枪、四枪，快死了。好像叫紫萱的人比较多，一个岩紫萱，一个我这打不到，是的，我要爬上去。好了，倒了，就这两个吗？不止吧，两个人被击倒，这里面肯定是还有人啊。老李也被击倒，还有，这是清风。那基本上这边应该是幺二四六要打赢了。清风是摸上来了，清风好不容易一个人摸上来了。这里打有一个打老李的。两个山顶上两个，清风这边是准备要报仇。突然敌化了，刘迪不炮了，可以，这个仇报不了。兄弟，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他其实走是正确的，因为队友都已经死光了，一打四，其实是莽汉所为。是你想想，错觉也没干这事儿。是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守望鸡排在马蹄山被幺二四六直接摸掉，剩一根独苗。剩下一个清风，堵到了就是。清风的话也是在东南亚的这个击杀榜上榜上有名的选手。但是他第一离圈很远，第二他碰上任何一个队都是劣势。是的，就一点子弹。所以这是他队友下两个地方的，在自己的三个队友都死了的情况之下，
这时候他能选择的战术并不多。啊，这边是少炯他们。厕所游侠，厕所游侠，光头强。厕所游侠这里是碰到了苟且偷生队，好像是集合在往苟且偷生这边摸过来，你发现没有？嗯。这是四个人碰到一个光头强，光头强的队友呢？红点。啊，光头强的队友去左上角。不是不是，标记这儿。我们看到左上角这边是雷娜、Pino、小仓在哪？绿点绿点。你们有没有人用物资的？这是雷娜的声音。小仓在哪呢？这不刷船的吗？来，这是小仓在。我们游泳。开车？不是不是，没关系。哦，小仓在两地之间承担着一个运输官的一个作用。好好，那我们换条路走吧。换路换路换路，直接走这个绿点。好，我们看到另外一边错觉，这边是击倒了恋女。摸出来，快点摸出来！我们走。就是蜀大王他们那个队，机场争霸还没有结束。是的，还没有，还没有结束。这边躲着。嗯，我想错觉怎么趴在这个草地上。打我。五四零零一个。趴进去了。八 K。没事没事。在 C 字楼楼顶，这个时候出来的话，他可能会被打。吃了一个药膏之后赶紧跳下来，这个跳虽然说会掉点血，但是换了位置不太容易暴露。对对对，往我这边来补我了。好，他们现在是要包错觉，我打他三，要包错觉，错觉趴下了。欢迎坦克，欢迎坦克。这边直接医疗箱吃起来，十秒钟。对着位置。蜀大王过来了，蜀大王过来了。身下的错觉，直接被龅牙擦，用116爆头。龅牙擦四倍镜。就是藕棒在身上帮他架枪架人，这边打倒了沈佳琪，能救我吗？看他们救吗？应该没机会，没救，没救，没救。还在打爆药擦，找不到我，找不到我。这个地方他只能架枪 cover 一下。没事，想要救人。啊，这不是倒的。这个位置被一个，哎呀，很难打。铁子，只漏了一个小头。是。他救起来了。来，龅牙擦好像是被托拉夫打倒了。我跳了一个击杀，那个人没救。把龅牙擦打倒。你说你在哪？还有一个。那这样的话，机场我们先不看。这里啊，那边应该是团灭了吧？这里在舔三级包。该锁死了。三级包九八 K， 托拉夫九八 K 组不动了。刚才我就知道。刚才的活是你们围墙的。对对对，我跳，我在跳。就一个人啊！我在跳，这两兄弟不敢相认啊！欧棒小时候被人贩子拐跑了，多年之后回到家乡，兄弟见兄弟两眼泪汪汪。托夫，你往后走，我先告诉你我包在哪，我包的东西多。我知道在哪，我去捡个三叶草。对，那个草丛里。哎呦我的天哪！这两个人还得上一个车。这位幽荣爱是被谁打倒了？这是被在水里，水里面有可能是被船给撞死了吗？好像是，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常年游泳的队伍确实容易在海上发生交通事故，这事儿交警可能管不了，要海警管。我带了。哎，在受伤的状态下在河底爬着，是不是应该死的再快一点才对？来，他们在船上打了我们，感觉还是有一点不太科学的地方啊。没看啊。一艘船跟在我们后面，他们不是跳水城的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转移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有点快。啊，这是雷娜的三人摩托。啊，雷娜被打了、哎，这是摩托被打了两枪。路边小心啊！这两枪要打到身上的话，搞不好就死了。哦哦，这两位女车手都是有两把刷子啊，这个女司机。两位女司机，嗯。国际投生队心也是挺大的呀。我见过你，我们车能开到吗？我比较怀疑。哎，小心停吗？在这里停，他在逗我吧。好了，雷娜换一辆单人摩托啊！我们上周也点评过，所有的载具里单人摩托是我们最喜欢的，没有而且速度也是最快的，152的速度。有了，我看到有了。哎呦，压哨少炯，还有阿杰，三个人开着船，谁在打、啊？我们看到哦，小军那队也在船上。这是神奇四侠在练枪，海上移动把练枪中。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如果后上岸的话，有可能要被反架。
七零二我也要，关键是对方刚才是在毒里边，现在对方已经出毒了。是不帮他队友在哪儿？他死毒外了，死毒外了，算了吧，死毒外了。我记得哦，他们刚才想舔那个船上打下来的人，但是发现是死在毒圈外面，再搜这个包有点浪费时间了。关键是你还要被对方先上岸之后架住。嗯，这个队两个两级头，两个三级头，还是挺肥的。那个船上岸了吗？哦，女司机，不换人了吧？换了大宝了。啊，这不是女司机，这是大宝开的车。这是哦，这是另外一个汉桥司机。昨天长得有颜值，车的颜色是一样的。对，打绷带吧。而且应该是也是刚刚拼了命才进了毒，没错，而且药不是特别多，只能慢慢的打绷带。对，打绷带省着打的话是跳一个再打。那我有药吗？但是现在他们应该是还急着跑下一个毒，也只有一分钟了。算了，不吃了，扔给你吧，扔地上。求人家的孩子啊，也省不了了，现在是要命更要紧啊。好，我们这关于药的一个效果，肾上腺素是增强体能100%，毒调时间10秒，能量饮料是增强体能40%，毒调时间4秒，止痛药是67.5秒。那个刚才那个谁说？我注意到欧棒是在区域外死亡，欧棒因为是没有药，然后在托拉夫的车上直接被毒死了。不知道，反正不是有过就算了，有可能托拉夫不太带，一个人就别太带点的，枪给他，哦，是区域外自己死的，对，毒死了，毒死了。哎，爸爸都是一个人活的，还是要找船了。把把都是一个人活的，现在把是错觉，帝国王牌只剩图拉夫一个人了。看到帝国王牌也架不住那么多人呀。是啊，而且大家都是高手。主要是这里的这句话说的倒是真的，匹配里面要厉害一点。这个游戏里面啊，除了几位专职的医疗兵和司机之外，其他人的这个枪法意识都是上上的这个职权。是的，我们看到上面，这是跟着镜头跟 FTD， 创世神教。右车来，下车了，右车。后面车避开他们，先上上车，赶紧跑。S 那边，开走了，开走了。龙管走了，走了，他们走了。他们所在的这个地形的位置、，FTD 不想打，不想纠缠了。那这样的话，给点镜头也可能可以下来。但是 FTD 好像，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撤。嗯。我在里，你在外，我们凭什么撤？应该是给点镜头站队，他们现在还是在白圈边缘，其实不着急下去。他们现在是在卡毒圈外面的人，对，把后方先清扫完，然后要去攻那个楼再说。这里应该一时半会儿打不起来。这边在楼里边确实也是不着急，嗯，要等下一个圈刷有可能才打起来。感觉他们反而是被人卡住了，因为他们这个毒圈里边的房子，在75605这个厕所。这就是还是要拼硬实力。对，由于周围确实是掩体非常的少，嗯，所以想要绕的话只能绕一个非常大的圈。攻楼最大的问题除了就是对方的这个掩体比你好之外，第二个是那个你容易被其他方向来的人打黑枪。对，而守的最不好的地方是容易被对方的这个手榴弹就是比较有的放矢的去扔，所以他们选择那个谷仓的地形是比较好的，房子里面比较开阔，比较好躲。对，这个里面你就算手榴弹扔进来了也能躲。好，神奇四侠，这是第一场的冠军队，现在仍然在海上悠哉悠哉的开着他们的小游艇。没错，小游艇的速度也是基本上能达到100左右。好，这是前面从监狱里跑出来的毒苗清风，现在在厕所里蹲着。清风他这应该是在毒圈中心点吧，我看他敢躲在这里啊、嗯，毒圈最中心的位置，剩一个人做老鹰逼是正确想法，这是正确选择。这样的话能为自己的队伍争取更多的分数。嗯，最好是有一个载具，能够在下一个圈再转移一次，至少要用载具再转移一次。我觉得他这个位置选择了最中心的点，而且这个中心点周围什么东西都没有，一旦毒圈没有刷到他这儿，他就没了。二级，所以他也是选择早早的过来。嗯，100M4。180还在圈里吗？100UMP9150。好、哦，还在，在圈的左边，清风。是啊，这是清风的声音、嗯。但是这个圈刷的对他不是特别好，他要转移的话，他最好现在就转移、嗯，不要等到圈刷完之后再去赶着毒跑，那是来不及的。是，清风现在肯定要走了。再往上。好，这两个队还在对峙。树那里有一个，上树那里有一个，又一个出来了。外面的位置比较好摸，因为就那么几棵树，几个石头。是的。
那朋友问我们的战地记者怎么没来？战地记者的话，这两天是解说新华社的这个 DOTA 2比赛了啊，所以这两天是没来。好、哦，这边是于大宝摸出来了，于大宝摸出来想要在外面偷人，出来了又出来了，他是守住一个地坡的位置，还有一分半，对面要跑毒，所以不用特别着急。行，拼的还是有点急。哎呀，这个毒圈还有一分半要刷，哦、这个毒圈现在还是不 W 方向。OK， 标一下。W255 经典，经典怎么标啊？就经典。于大宝，嗯，他们其实是一个这种菱形的畸形犄角之势啊、嗯，互相之间肯定是有一个角度能看到人。哎，但是又来一个队，这边米勒，你是鸡巴队，从后面直接开车进来了，莫名其妙的偶遇，四个人好像，他们想要去攻这个房子。于大宝提前发现了这一点，卡一个兵过来，想要跳着喷，连跳两下没有喷死。我这边屋里进了，进人了。嗯，于大宝很慌，山上那四个赶紧趁乱下来了，可以。山上那个这个时候肯定不下来，要让他们先打起来。他们马上要跑毒了，39秒。小奥在外面偷鸡，小奥这边偷掉了一个米勒。们，这对戴尔他们。完了。都是撸圈混的香煎和太极、啊、你下去了是什么意思？不是，我到你们这儿，我看一下那边跳着喷一下。哎，我觉得跳喷的姿势非常不雅，你再仔细观察一下。火箭弹发射，跳不上去。看到人了，去围墙，我去围墙。哇，这围墙山上能不能打的？山上人不少，山上人不少。这个。大宝小心山上雷喷到啊，这个游戏里没有穿墙伤害一说，是，但是他现在也过不去，他现在其实这个墙角他是不敢离开的，嗯，特别惨，如果露了头还要被山上打。好，现在又缩毒了，这边会缩的比较慢一点，这边围墙后面有一个，但我打不到。米勒是整舰队进来已经倒了一个对吧，他们队是的，直接被小奥偷掉一个。跑人出来了吧？应该不会了吧？好，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方向，少总的话是击倒了牛牛董。我卡了，卡了，被迫在跑。猫九也是摸到近点。我们也要跑了，因为，嗯，他摸到近点，而且是已经进毒圈了。嗯，过分了。好，这是混子大队另一个方向的战场。是的，混子大队这边是遭遇，这是野外车展。我感觉后头来车了，有吗？两个队友是在楼里，三个队友，厕所游侠。哦，这边两队是很近的一个对峙状态。他们旁边基本上是十月月树他们的队伍，毒边过来的人。但是厕所游侠这边是减员了吗？十月他们那个是一个车库楼造型，是的，是你那边过来的。这是一个有楼梯的一个，怎么说，小仓库一样、嗯、啊。这小仓库有个二楼，有个三楼，就是上一盘攻楼的那个楼型。不是，不是、那个，不是吗？不是你说的那个。嗯。牛董被救起来，但是头盔已经被打没了、嗯。他很想把三级甲上踩两片下来围在头上。主要是自己这个头太大了，容易被发现。托马斯，这是一个九八 K 远距离狙了一枪，他背景的九八 K。箱子是斜的，第一次看。哎 ，AW， 赶紧过来，那个谁，你拿吗？你拿吗？哦，有人捡了光头了，是，我给你啊。而且 AWM 是三级盔也一枪，我没头盔。是的，小奥这边摸下来。想要摸下来的话被戴尔带走，直接扫门。我把门打烂了，这边猫九把门打烂，但是这个房间里是四个人，就一个了，这边要冲龙了吗？猫九这边冲龙，操你妈，这戴尔把我硬补死，我操，你跑的位置你要找人去跑的。戴尔把你硬补死，你刚才杀那个谁的时候不也是把人家补掉了吗？这是小奥的声音。这边车我是实际上还有挺多东西的，要不赶紧去拿。来，这边再换枪啊，九八 K 换 AWM。嗯，谁亏了？九八 K 换什么不亏？15/30，这是给了战神托马斯一把全绝地求生威力最大的枪。是子轩，子轩那边方向的话，引爆车辆是带走了 Pino。
但是 WM 有一点不太好，就是他我看到在远处子弹会扔，扇着 N 方向扇着，牛哥，对，专属子弹嘛，对吧 ？N 方向扇着 ，N 方向远点的扇上面。汉唐吃鸡，汉唐吃鸡这一队的话，可能要是被幺二四六给团灭了。厕所游侠，青花肌肉这边，亚哥找个窗口看，亚哥。周丽丽一个九八 K 隔着窗口在打高地上的人。哎，看到一个，那个草里趴下又站起来了，暴走被打倒，暴走被补掉。幺二四六现在在这个位置应该是被夹的比较难受。但是我们看到 FTD 他们是团灭了，神奇四侠团灭了，这是引爆车辆杀死的吗？好像是把车打烂了，应该是把车打炸了。神奇四侠被 FTD 这边。直接打炸了车团灭，没 K 子弹，我操！那么神奇四侠应该这场没有多少积分了啊？三十八的话估计没有什么积分了啊。这样的话，晚上的这个冠军争夺第三盘还是会很激烈。不要了！FTD 土拉夫，土拉夫最后一员，方向，你的方向。小仓 S12K 带走了没素质，然后自己也被干了。Perfect 被带走小仓，我们看到左下角也是打得比较激烈啊。这个位置，哎，秋日他们在对面的厕所里。哟，这个厕所很阴呐，因为这个位置来的人不多的。子轩跟阿鱼在对枪。他在打我，把我死。扔雷。这个雷的位置好像扔的稍微有点靠右，两边都有啊，我前面一个，你前面一个，我刚想帮你，我被我前面这个打了。好，还没死，还是个尸体状态。对面也扔雷。最后一个药。要不爬过来。这边换枪。爬过来，我往你这里爬，我尽量我死在你旁边的，你能捡我的药。哎，这个雷还是炸到了一点点。哎，这没办法，这边没药了。这边直接一个偏头被阿紫先带倒。差那么一点视野。那这样幺二四六应该是团灭了吧？积分拿到。幺二四六团灭。但是另外一个方向的话，混子大队跟教化肌肉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但是最后教化肌肉的话是把混子大队给团灭。看有谁能捡到诺维亚的那个 AWM 吗？哎，这是发现了什么吗？走过了，这个门打开着呢，打开的门才没有人会进去。没有人打背身，可以打背身了，可以起来了，杀人啊，兄弟们！我的天，秋日和千雪两兄妹躲在厕所里面瑟瑟发抖，旁边四个人依次走过，背身这个是不敢打了，我觉得他们不打是正确的，你最多打倒一个，对面三个人你还是打不过。但问题两兄妹在厕所里要是被别人看见了，说不清楚啊。我去那个小房子，咱们一人占一个。我觉得他们两个看不看见都说不清楚了。要不要清这前面这洞？等会儿先看一下下个圈吧，而且先看小心咱们后面有好刘迪，小心。哎，这是他们好像已经比上一盘的成绩要好不少了，是进步了很多。好毒的，但是三个房子有三个队啊，谁是先来的嘛？就是那车库里的肯定是先来的，对吧？是。哎，他们出来跑了，下一个圈他们的房子不在这个毒圈里。月叔先来了，哎。哦，这有意思了啊！隔墙相望，近在咫尺。在这个楼里面就有人，这个楼里面是去了十个人，在我面前，这个窗户。是的，是的，你判断的很对，没错。就是这个细脚在这蹲着呢，看着没？卡视角。是这个视角卡得非常好。这跳下来了一个，继续冲进去，直接补掉孤独药。里面的是压哨，压哨是乌兹。燃烧瓶，走开。这个位置走还是有人走开？孤独药，这个地方肯定会被烧的，走开。但是扔到了窗户上，没有扔进去。这有个防盗网。论装防盗网的重要性。是的，不但能够防盗，而且连燃烧瓶都扔不进来。他为啥要下来啊？大家在家里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楼这个防盗网还是很有必要的。好，下一个圈是在农田里、麦田里，大家都得跑，谁先跑谁倒霉。那么偏向麦田里面现有的两个伏地魔。可能会捡到便宜。
先进的是有优势的。嗯，左边还有一队在跑，刚进圈，还有二十几秒，这个圈要缩。这个圈一缩，要出事，就像你把家里橱柜最下面那一个柜子打开一样，会跑出三十多只蟑螂，茫茫多的蟑螂会冲出来。对，他们好，打起来了，应该这边亚晨被打倒，被打。独山重楼，这边小堡垒躲在车旁边，想救亚晨，但这个位置的话，如果缩圈是救不了的。出来了，这个人出来了，刘迪冲出来，这个时候有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你根本分不清哪里是队友，哪里是对手。要走，要走，要走。这个地方搜搜，搜搜想要救老孟，但是这个地方被架住救不了。上面 perfect 在树后之前是被打倒，两个漂亮，这样可以有机会救队友。搜搜这边是将 perfect 的他们直接团灭了。你们加油。AM 杰是哪个队的？阿杰。这个前面。测速留下阿杰。哇，团灭了刘迪他们，幻影坦克成功。但是阿杰由于自己出来了，被猫九九八 K 直接枪爆头，猫九躲在这一个厕所和车旁边这个位置，他们不做伏地魔，他们利用掩体。猫九是给点镜头吗？给点镜头。他们居然想要死后活到了现在。是的，而且现在他们是跟叫花肌肉一对一，而且是三打三，人数均等。这个时候很看个人能力了，这边用烟好像准备封个烟。周丽丽是捡了之前那个托马斯他们的那个 AWMAWM 这个时候一枪就是一个人头，很关键啊！看看周丽丽，我们上一场比赛一枪，哇 ！AWM 直接爆了抑郁的头，然后选择要开车牺牲吗？别把队友加压死。周丽丽准备去另外一个方向。好，这也是汽车战术。但是那边刚又把抑郁救起来了，一枪又是这边年糕被打倒。周丽丽的个人能力在这一刻体现的毋庸置疑啊！是，双方都是隔车而战，没什么掩体了。我要给雷炸了，一个雷，这边年糕炸死了。十秒，十秒。是，而且猫九他们这边是在就是下一个圈子圈外，他们这个地形不好。一枪，这一枪差了一点点，直接开扫，小花肌肉带走，漂亮，恭喜叫花肌肉！哇，这个队有一个八杀，搜搜。搜搜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到了一次八杀，老孟三杀，周丽丽三杀 ，TK 准、因为死得早是零杀，是。然后第二名的话是给点镜头，乔奥先挂零杀，然后其他三个队友混到了这个到最后的决赛圈。是第三名，我们看到厕所游侠阿杰两杀，其他人没有杀的情况之下排到了第三名，就是、战胜了胜利。是自己阿杰躲得非常好啊、没错。然后第四名的话，我们看到刘迪杀了两个，这边第四名是落地成河队，第五名是 Perfect 草莓，激情四射是啊。那这场比赛的话，我们看到最后啊，周丽丽这两枪 AWM 太关键了。这个 AWM 是之前混子大队他们在空投里面捡到给托马斯用的这个 AWM， 是那个直接躲厕所的独狼，这个清风是没有能够混进分圈第十一啊。那个图拉夫应该还要再更远一点。是的，减员了之后，在这样的一个四人组队，然后大家配合都非常专业的比赛当中，你想要再混得好成绩确实比较难。是的啊、比较可惜的是我们上一场比赛的冠军神奇四侠啊、这是被 FTD 直接把车扫爆，是四个人啊、富有的四个快递员，这是最惨烈的一种死法吧。是，而且那个、因为车爆的时候大家都死在一个地方，对面舔包也特别容易。对啊、不用去找包啊。确实是比较惨。好，接下来我们要采访一下第二场的这个前三的队伍啊。我们先采访一下咱们的这个冠军队，也就是刚才叫花肌肉刚刚拿到这个第一啊。Hello， 老孟，老孟在吗？啊，在。哎，恭喜。最后那个决赛圈，双方就是都是以车而战嘛。你们为什么三对三的情况下能够拿下对手？总结一下。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这儿丽丽活着还拿了把 AWM， 他们还要来点这个，不是很理智。我觉得我很理智，就应该一颗雷把自己三个人爆了算了，是吧？丽丽刚才那两枪 AWM 确实非常的漂亮、两枪爆两头、哎，
那个这场你们是很早的就在最后的就是可能倒数三个圈之内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你们跟对面那个楼好像对峙了大概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吧。确实是没有还没有对峙，因为我们这把跳的 M 层，然后这个圈离的实在是太远了，几乎是一个我告诉你，不知老孟他们不知道刚才旁边那栋楼有人啊。你们不知道，你们一开始就是你们到最后躲的那栋楼旁边一共四栋楼躲了四队人。我不知道，完全没有，我完全没有闻到他们的味道，所以你们就走了，你们走了，然后他们那三队打得激情四射，最后最后出来的那一队就是最后跟他们打的是那队吧，就是小奥他们那个队吗？小奥那个队给点镜头是最后的决赛圈的队，是在那三栋楼里面打也打过吗？不是，他们是从另一个方向上来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那三队互相之间打了，然后就基本上都团灭了，是各种什么武器手雷燃烧弹都用了，隔窗口什么还跳喷啊什么的，就是各种战术打完之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最后你们队先走的这一队什么事都没有，都不知道旁边有人啊，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旁边有人。关键最后一个圈是麦田圈，最后一个圈要是那个楼四五栋楼的那个圈，我觉得最后的决赛就更加的这个有意思了，刺激了啊！这个确实，所以说这个进前十看技术，但是你要想吃鸡，还是有一点运气的成分所在的，就是、各方面吧，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当然了，这个 Rocket Boy 领衔的叫花肌肉在几周以来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啊，没错，今天有可能是你们这个再次达成这个冠军的一个好机会，好吧，接下来继续加油。好的好的，感谢感谢。好，那第二名就是给点镜头啊，由超管小奥领衔的这个队伍啊，这个自己人咱们可以采访的稍微嗨一点啊。 Hello 小奥，哎，你们好你们好，成绩非常不错啊，第二名。就是那个敖神吧，你就是零杀吧，然后死的又比较早，什么情况？我是为了杀戴尔啊，然后被他杀了啊。对，我们的目标嘛，我们的目标杀戴尔啊。我们听到了，就是那个敖神死的时候说，戴尔这个逼把我杀了，还把我直接给补了。但是你在之前是不是好像你对米勒做了同样的事情啊？好像也是这么回事。那小奥作为超管是吧，杀了他们两个，好像那边两个人也不敢有什么想法。这倒也是啊。你们最后决赛圈里面是三打三，打的是 Rocky 对方的武器还是要领先一点啊？对对对对，武器比较先进，不是，怪不得立波其实可以把他们清掉，但是主要是毒圈问题，毒圈要来了，所以我们要，所以我开车走了啊，去吸引火力。不，其实我们得这么说，孟叔是老前辈，我们得给他留这个守望的时候啊，知情识趣的一群年轻人，懂得尊老啊，但是我们要无情的指出，你们是被周丽丽打死的。好啊，其实很不错的成绩啊。上把我把他杀了，上把我把他杀了，他没有一点点。然后你们又在一个不利的跑毒位置，但这个时候突然戴尔他们驱车赶到，像一只苍蝇一样突然闯进了你们这个势力圈的范围。当时你们想的是什么？感谢戴老师，送车送人头。关键是什么？就是他们最想杀的人闯到枪口上面了。最后戴尔是举的，人家地形比你们好啊，确实是。来一语就说：“我操，有动力了，走，我们冲！”这个镜头闪光的是打到他们的身上了。希望你们更进一步，好吧？啊，谢谢谢谢。好，现在我们接受到裁判组的一个消息，那个对偶棒的惩罚已经结束。也不是惩罚了，就是他们的新战术尝试已经结束。应该说他们就偶棒想归队，想归队，但是这个想不想归队，我觉得得看看他老板的意见，是吧？啊，现在好像他已经说服了大木错觉和图拉夫，允许他归队了。但是要问一下校长怎么看啊？我们还是采访一下日本版这个牛逼。Hello， 校长，校长你好。校长，来采访一下，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偶棒他非常想归队。因为他们觉得这两盘游戏体验特别差，对，第一盘是剩错觉一个，第二盘剩图拉夫一个，也都没活多久，他们现在有点跪求的意思。所以可以啊，我这个人不记仇啊，哎呀，宽容大量的。所以校长同意了是吧？同意了啊，同意了，同意没问题。哎、OK， 好好好，这样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失足青年然后被挽救以后回头是岸的一个过程，这个是被劳改之后又重新回归社会重新做人啊。那咱们要抱最好的希望也要做最坏的打算，万一归队之后在第三场的比赛里校长那个偶帮又把你的人头给取了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吧。有这俗话说得好，再一再而不再三，如果真的是有第三次的话，那只能说这个结算一下十场容不下他呀。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第三场比赛偶棒重新回归，是啊，木有照片队伍重新合体，好，来进行一场比赛，这样第三场会打得更加的有趣。好，是的，也希望咱们的日理万机队继续加油啊！一会儿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归队之后成为整建制的偶棒大木错觉图拉夫，也是上周的冠军队伍是吧？我记得是上周是他们冠军吧？上周不是他们冠军啊、哦，上周是这个侧手游侠啊、哦，上上周冠军，上上周是拿了一次冠军的、嗯、对啊。好，哎、来采访一下啊，欧棒，棒棒，大棒棒，不好意思呀啊，这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哎，你们怎么上一场在机场连老鼠鼠大王他们这个队都打不过啊？鼠大王怎么了？不是，我先这样采访。鼠大王这个人虽然蔡林，他队友强。什么情况、啊、你们、啊、不是厕所霸主吗？我把他们打完了，然后但是最后我掉线了啊！毒来了之后，我哦，你是掉线的是吧？对啊，哦，难怪了啊、哦！那确实没办法、嗯。我们那个时候是看到这个偶棒是在游戏区域外死亡，嗯、我还以为你是被毒死的。我身上三个医疗箱，然后无数急救包，还有药，九八 K。你怎么会出现掉线的情况吗？加速器不好使啊！啊，所以以后要使用我们这个官方合作推荐的网易悠悠加速器啊。是的，非常关键。网易悠悠加速器帮助你在绝地求生游戏当中啊，八倍镜、九八 K 一起到手之后，直接瞄头，直接瞄头，不用做任何的预判，72小时有免费的体验啊，可以玩出超快感，欧棒对吧？而且最近两天有我们绝地求生这个节目的专业的这个加速器的这个八折优惠哦。那输入什么悠悠超快感就可以有八折优惠 啊！好，本时段广告告一段落，想问一下欧棒，那个校长同意你归队之后，你有什么想对校长说的？好好想，最好别看见，好吗？千万别看到了。这个、我觉得你们接下来呢，最好就不要跳离左上角很近，就机港、机城、海景房那边，要不就先不考虑，换个地方。机场、N 港、N 么城是吧？水电站，其实他们第二盘已经。来，接下来的话，我们今天啊、这个今晚吃鸡吧绝地求生明星大乱斗第三场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嗯、我们请游戏当中来看一下。好，最终的决胜战了。那么排名比较靠前的有竞争力的队伍有哪些？我们看一下啊。现在交花肌肉19分，就是给点镜头，这四个队都在10分以上，很有机会。那么木有偶棒战队，因为两场只有1分，所以已经退出了冠军的争夺行列。而另一边的话，我们来看看。日理万机5分，假设最后一场拿12分，17分也超不过教化肌肉，也退出了冠军争夺行列。那么个位数的分看起来只有厕所游侠的8分是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他们拿12分的话可以到20啊，就从8分这里起平。我们现在是就两位数的教化肌肉、神奇四侠、机不可失、给点镜头和8分的厕所游侠是有机会的。7分的落地成盒有理论上的机会，19分平分可以看击杀数跟教化肌肉平。那还是要求他前面的队伍都要拿比较差的成绩。好，同时我们的第三组的 key 在左边已经打出来了，大家赶紧在 Steam 的左下角来激活一下啊，激活产品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免费的咱们的这个绝地求生的这样的一个激活码。好了，第三场飞机起飞，我们先来看一下航线。好，这看一眼就知道了，是从机场的左下角再往右上角飞，看天气好像是个雨天。雨天呢，这个如果练得少的话可能会有一点不适应啊，包括听声音，包括看这个远处的人。这航线机场一定会落人，现在看起来至少已经有2队了。那么手桥口可能也会落人，但是手桥口有个问题，就是很难靠通过搜自己来飞。哦，这有一队是往左下角的城去了，那么机场应该是2队。然后 N 港可能也有人会去。2队是直接跳机场区，有一队是在往 N 港飘。好，航线往北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秋日他们应该是跳了手机场桥口的这个位置。那么 G 港、 S 城、 R 城、 P 城应该都是热点，包括海景房区也是热点。左下角的 P 港应该是一个队，这个队应该是这个小区应该也还是能肥起来的。秋日他们跳了个手桥口的位置，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去手桥，看接下来的这个事态发展吧。手桥口的位置主要是离水域比较近。嗯，接下来就是看这个毒圈刷的位置了。是啊，
这样的一条航线的话 ，M 城基本上是没什么人的。M 城看看有没有会过去吧。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有人有心开个车，哎，这个地方托马斯机场已经打起来了。是碰到的是守望鸡排。用子弹干嘛？直接补。我这两个，我这里面两个裸屌，快快快，到我房间里来。你去吧，你去吧。我这房间两个裸屌，从后门出来了，快包他们。哦，后门这边侦察兵云哥。哎，现在在我跑的方向。是。他们到那个地方去捡东西了。侦察兵云哥也是发现了两个人。现在哎，还是裸屌。这是老李，还可以打。这是最后一个落点，最后一个落点。对方是没有东西的，裸体。去追右边那个人，过不去。到爸爸这儿来，过来。哪个队啊？牛哥往你这跑了，牛哥。人呢？小爆炸头，你人呢？看到了，黄色集装箱南边，托马斯。哎呀，我的天！云哥发现呼唤不了队友，已经要用出亲戚召唤法了。哎，老李爬山的时候还是被托马斯扫掉。哎，托马斯，这个25发子弹不太够用啊，只有5发子弹了，怎么办？哎呀，好啊，打倒，漂亮！但剩1发子弹补不掉啊。我没子弹了。这是老李吧？我来了。老李自带3级皮甲，还是被打死了，还剩一个人，从哪打的你啊？两队人，两队人，谁赢谁是这港霸主。经常我跟牧人锤了一个跳下去了。对，对手是哪个队？还在集装箱上。我们有远程的枪。哦，刚才那个机场的最后一个人也被击杀了，被牛总击杀了。被打了一枪。对，前面的，我拉过去了啊！预开枪，我知道。但是这个位置冲过去很有危险，连喷啊、这个位置大木不该冲啊！直直的冲过去，对面已经架住他了。哎，错觉倒了，也被翻身打倒。小心点！打倒他，还有一个过来了，他很残，我爸过来了，这个人很残。阿福，看漂亮，看左边被打倒，好像我爸得救两个，他能救吗？来得及吗？普拉夫在远处帮他们架。那个在外特别远，你们打完的话赶紧救。你两个人一起救起来的话还有机会。就你打死两个。有一个在外肯定赶不过来，托鲁你架着。我跟你说，确定这里还有一个人，这里还有一个。这里应该是还有一个，应该是。哦，这是落地成河队啊。有没有步枪？有一个刚刚在机港外围啊。刘迪跑了，刘迪带队友跑了。哎，这次就不能怪他了，这次他带了一个队友一起跑的。哎，刚才上来补枪是，这是多好的机会啊！倒了两个，一个残血，一个离图拉夫离他们比较远，是不是？小超，我觉得应该是对不起，第一个对不起你了，但我一定会一遍了。这个交流，这个能搁这上面吗？连喷啊！不是说当年刘迪有一个那个粉丝送了他一个40000的电脑吗？啊哈，搁不上。那个时候是因为他那个 CSGO 拿了一个什么这个国服第一是吧 ？CSGO 那时候还是很牛逼的。对，这不是就前两天他还在打吗？对。但是在这个游戏里的表现，我觉得那个粉丝可以把电脑先收回去，还是要一个电脑。这是小楼，他们依然是选择回家，在汤臣二品、老地方，欧大叔那边。这是 Perfect。好，这是1246战队。1246战队这个位置好像是在北边打野的位置吗？北边的 S 城下边啊，对 S 城下边。这里有个急转角的一个地形，但是这里也有两个队哦 ，S 城里一个队，他们在 S 城外面。对他们这个是在，他们应该是打野或者是靶场搜完之后过来架住 S 城的人。是，他们应该跳的时候可能是有发现 S 城。跳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虽然是一个雨天，但是还是能够看到的。刘迪这边要破坏对面的游戏体验，把车胎打爆。而且关键他是消音，他敢这么做。车轱辘好像已经坏了，你看呀。前轱辘吗？两个人在研究轱辘坏几个，我的天哪！这车已经坏了，走吧。造成八个人的汽车。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把车全开走了，一车不留。我跟你说，就我不能打死你，我得恶心你。没翻，人都没掉血，这车技应该得到赞扬啊！这属于特级车手。别说，哎呦，哎呀，已经不是刘迪了，是刘翔。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刘翔的弟弟刘迪，刘迪，你们杀了他们的人了吗？了刘翔，杀死俩，还有一残血。就是倒地的死了吗？倒地的没死啊。哦，没刘迪虽然打枪不行，但是我们保枪厉害。是。
而且那个刚才我就悠哉悠哉讨论有没有打死人，告诉你们吧，一个都没打死啊，打倒了没补掉呀，是不是？打两个，打残一个，打俩，然后又没枪，我刚刚就一把喷的，我操，怪不了他们啊，我连那个发生巫师都没有，巫师还在外边捡的，在他们的世界里面撤退一定是对的。来这边戴尔，戴尔一个人了，戴老六这个队好像已经被洗劫过了，我感觉戴老、啊、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就是 S 城这个队，他应该掉血了，应该是知道南边有人了，知道南边有，他知道南边有人，他不会这么分散的，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 S 城打掉了一队啊、哦，也有可能，我觉得 S 城他们打掉一队之后接下来马上会被外面人架，老孟他们好像特别喜欢来这个马尔塔这一块，有可能、嗯、但因为他们打掉了一队，然后觉得这里已经安全了，所以他们分得特别散在搜、嗯、但走的时候还是要整整齐齐一家人上一辆车然后被打爆的呀，嗯，有可能，所以这个游戏你会发现、哎、这是校长、哎、校长校长两级头两级包两级三级甲，校长还是回家在左上角 G 城这个位置、嗯、啊，背着一把 M4 那个黑黑的披风其实挺帅的，可以穿，在这个下雨天那个黑黑的披风有的时候还有一点掩护的作用，宝哥正门二倍谁啊，不要给我，我操，又摸一四倍，四倍可以给我，好，这是混沌大队、okay. 混沌大队在机场，哇，这是要做个霸主了，是，而且我们发现混沌大队这一周啊他们的风格跟前面是迥然不同的，听好没？是往这种谁用 M 四啊？这里有两辆吉普、啊，之前的话是选择一个地方搜完之后找中心点，然后这一周开始我们看到混大队不再注重排名，而更加注重打出真我的风采，注重风采，然后注重谁拿的是观众的观看体验吗？是，有时候你狗啊，我有垂直握把和观众看起来有时候是挺无聊的。FTD 又是去了 N 港、哦、FTD 这个队伍三局比赛有两局都是去 N 港，因为 N 港确实好收又肥，对吧，确实是挺肥的，就是很分明，港里搜一片，然后港路对面的这个房子里搜一片，四个队友下去一看，哎， N 港没人，好分配一下，可能第一个圈还没开始搜已经搜完了，子弹扔点下来，我们看到我真的这边1246还是非常有耐心在等着对面的快递员出来，是因为门口有辆吉普，是对面如果里面没车上吉普的可能很大，如果不上这个吉普看到车可以打，万一没打下来我自己上吉普走，没错，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个游戏其实之所以有很多人很迷恋，就是特别喜欢这种把人家打死之后舔包的感觉，要出来了，看一下这一波直直的冲着1246就过去了，1246准备出来吗，这跟手桥差不多，这跟手桥感觉差不多，第二个人过来直接开打，全倒全倒，全打反面这一波快递啊，我捡掩护，这里我可以捡、他们应该选到了那吉普，因为这个三轮摩托只能载三个人，是的，他们有四个人，所以戴尔他们应该是捡员了，在这个地方、哎呀好富的一波快递，我们说这个游戏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用千方百计的去搜东西，你们快点、我都拿回来了，你搜点基础的东西，有枪有镜，对吧？是，有立倍镜。厕所门口分你们自己拿，盯着，你们该盯着的盯着。把这一波打劫。他们觉得还有人吗？那另一队已经被吃掉了，这个时间点应该是没人了，已经没人了，已经。他们可能是，以防万一啊，我分的比较散啊，也不是特别多。然后把东西都打满之后呢，他们是一级毒。决定在读外边慢慢的进来，这样的话三个人架着，一个人把摩托开到吉普那边，再把吉普开回来不就好了吗？是的。啊，这是鼠大王他们。鼠大王他们在这里准备打劫桥头。桥头还分的比较散。桥头打劫这一波，我们看他准备打劫哪一边来的人呢？你这样打劫的话，如果是车冲出来，你还真不一定杀得掉。这个地方打劫。打侧面其实不太好打。鼠大王应该是那个位置在侦查吧？确实是不太好打的。欧大叔这边是叫这个激情四射，对，这是应该是在左上角，是的，269补掉 perfect 三级甲被我打坏了 perfect 啊 perfect 他们这还有个三级甲，这有新鲜的三级甲，新鲜哇我还没有呢，我得卢巴斯哥啊什么的 98k 特别多东西，特别多东西，快特别多东西，我要新鲜的三级，这是大表哥的声音啊，这个充满了这个广东味的普通话。我想想，这边老孟啊，老孟反应速度非常的快，直接把鱼打掉。
自己都没掉血。搜搜补掉阿鱼，这边枪刚才是马了一下，这应该是在 M 城附近。FTD 没有选择一起走。打过药吗？他们准备报仇吗？能带什么？要反架住他们，自己的血量都不太多。有人有没有下车呢？就开走不就完了吗？这是压哨。厕所游侠，我们上周的冠军。哎、他们是好像刚刚路过刘迪他们。路过刘迪他们问题不大。刘迪别说 VSS， 他就是有一个249，他也不敢打。我哎哎呦！刘迪是干嘛？我这到这里边有点好跑逃跑啊，到有点苦的。是狗吧？开车有点好。未遇战先遇逃。我操！三级头，我操！拿了，在我这屋里看见。哎呀喂！不是这个打法，我承认单排其实挺合适的。But 这是四排、哎，每次的想法就是等着队友死，然后自己可以跑。啊、不捡三级包了，不捡三级包。每次就是等一个逃跑的理由。三级包太明显了。哎。这是白下了这么富的一个房，不捡三级包了。从狗派来说的话，不捡三级包是对的，因为做伏地魔的时候三级包太苦了。是。这打哪啊？位置啊？轮胎。打轮胎，打轮胎。哦，打了打了。掉了。那我们去老王那个位置吧。啊？这是 P 城教堂吗？教堂主要是真的是去老孟的那个楼，容易被包。那个，机港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吗？你等着，你妈了个逼！又是校长和我帮他们遇上了。爸爸来！是谁击杀的？哎呀，我爸心疼。校长已经倒了，好像又是我爸。突然间倒的，你藏方的吗？局长，这边把图拉夫，你现在自雷还有机会，我跟你说，我爸。我过来，大木校长，一会儿我队友救了我，自雷，我自雷，我自雷，又是欧巴，能救能救能救，这红方怎么后面来了？这红方我身后，我身后，我身后还有一个，打死他，漂亮！他们，他们，这边是老 A， 老 A 被大木补掉，我爬进来，爬进来，大木在马路对面还可以啊，红方出来了，再消，再消，大木，大表哥，哎呦，这边身后被打了，是被偷了屁股，二六九，再错觉。阿六想补错觉，先补掉再说。等一下啊，我对面，对面看到，我知道。打我枪头盔。这两个队，不管是哪个队胜出，又都残了。小心对接还有，我死那位置还有一个，我死那个右，我用。日理万机和木有。在他后边看到。再等一下，我补个血。啊！别太激进，阿六讲死了。牛逼，漂亮，漂亮！拉夫被二六九打掉，这样是来毒药，上面广告两罐饮料，打满，这样也不用自雷了。我身上特别多药，我身上特别多药，十五个饮料也没得自雷了。校长身上漂亮，漂亮呀！结果把子弹和药补给一下，出来一个三人队，也还是有实力的，可以打。已经很那个了，去录我包二六九，我包三级盔三级甲应该还满。啊，我们先不看那边啊，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打起来了。攻楼吗？好像是。叫花肌肉，老孟还是勇啊？而且其实老孟他们攻城战是比较擅长的，他们第一次拿到冠军好像就是攻城战。旁边厕所游侠压哨。好，现在是各藏一栋楼，相安无事。是不是 P 城又在圈的中心啊？这么安静。我们来看一下圈的情况。厕所游侠和这个教化肌肉啊，现在就是隔窗相望，谁都不动手。少九，现在这个圈的话 ，P 城确实是啊，确实是正中心，正中心的位置、啊，正中心偏右一点点，所以确实不着急对枪。然后老爷他们还在 G 城这个地方，想要找车啊，找到车了啊，那边有车，我刚才看到房子后面就有辆。是的，你打死那个 Pino 这边，沿着堵圈进城。少勇这边好像是减员，是厕所留下只有两个人。又是老孟队，是的，所以他们确实
像这样复杂地形想要防的点太多了，这时候就只能守房子了。对，我也是想守守那边的。你们为什么要进来？我怎么进来我就跟着进来了，我本来去进那个房子。我是看他们俩过来我才过来的，我以为你要就是在这里捡的缘。那这个房子怎么守？不好守啊。确实这个房子很难守，对面丢了个雷。血亏。我操！隔壁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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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哎呦，直接被三十十五打倒一个，两个，你别爬那儿，别爬那儿，别爬那儿。这个地方的门现在是关也不是，不关也不是。不能躲，不能厉害。来人了，来人了，楼下来人了。哇，少雄又被打了一串。楼下又来了，这边周丽丽已经冲进来了，现在只能打绷带吗？因为他知道你只有一个人。那边打了打头，好，把周丽丽击倒，别补，快补掉，漂亮，这是破坏对面游戏体验。嗯，我活不下来，你们也要减员。但是搜索还是把压哨这边给灭了。嗯，刚，这样教化肌肉还剩两个，然后这边搜索一下只剩一个少九。下冲上确实，那边架了一个，有点麻烦。我出去就要被打。远处是老孟架着他，让他不能探头，只能被动的等底下上来。闪光弹。这个地方理论上只有一个人，这个楼肯定是能攻下来的。但是老孟现在由于减员了，所以他们在想攻这个楼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价值。那还是得杀呀，又不是留敌。有仇不报。飞军他们还剩几个人啊？两个，两个。在这个位置，楼下又来人了。嗯，听到车声，就看 FTD 的这个兄弟是想要去哪栋楼喽？哦，开走了。哎，路过，这是开车尾行吗？两辆车并行，前面是小爵他们。哎呀，他注意看侧面，自己撞石头了。这种情况就是三辆打吧，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是没看前面。教堂上，找地方打。教堂上面。什么教堂上去了？教堂上面。杰弗瑞应该是创世神殿人吗？战队的最后一个目标。我说有去教堂上面。是啊，你。哦，不对，还有个队友。是一点。他们开了两辆车，点点而且两辆都是敞篷吉普。雨天在野外打也行的。选择了站了圈边，到了废墟这边。嗯，一记，只有他们两个人，确实这个位置还可以。前面的他们的正前方就是神奇四侠，神奇四侠躲在一个角落里面，这是一栋房子。他们分别是两人一楼，两人一楼。啊，乘机小知识。嗯，这是小爵最喜欢的战术。对，这边看渡边吧，看渡边。你先看三国里面就是啊，那两个城互乘机小知识，能够互相之间的救援，而且能够有更广阔的视野。算一下时长，嘿嘿嘿，真的要算时长了。可以。哇。钢盔队又把校长杀了、哦、他们这个队是、哦、他们在说我忘的事情，别校长去了。哇，校长每盘都遇到了，就他们两队每盘都能第一场第一次遭遇就能看。还有闲情逸致趴在房子里喝着小茶聊着小天，现在没事做是吧、啊、蹲在房子里。哇，小爵他们又在天命圈里。哇，这个圈，然后左下角那个也很爽，也是在一个楼里。1246和 FTD 都是一定会路过这个位置的。1246是现在在水城的附近。哎，校长他的几个队友也被灭了吗？现在还剩大表哥，你看在左下角，在十月他们旁边啊，这是大表哥和269。什么？欧巴离开的第一天想他。欧巴不行啊。哦，前面厕所有车，285看到没？机不可失，还是285。哎，这谁的车翻了？混大队翻车了，车往那冲啊！上面是十月，干了吧？哎，在楼上扔雷了。那这样的话，刘迪他们应该是被灭了。
我都上了，还在楼上。来上了，上了，上了。哦，不好意思，这个方向错了啊，这是刘迪他们的楼。嗯，只是名字。哎，我扔到自己了，当心。这个雷。哎，刘迪躲雷还是有一手啊？还是有一手啊？应该是料到对面会放雷的，托马斯，这一个闪光。我操！闪光过来，托马斯漂亮，乌兹直接冲进去打刘迪，刘迪两个人，刘迪直接被打倒在桌子上，那个姿势特别的妖娆，刘迪的那个姿势，别人了，刘迪，背后要来人啊！那个他死的时候是，一方向，一方向，一方向，墓志铭上写着。此人一路从机港打爆了一辆灰车，弃两名队友于不顾，和另一队友一人开摩托一人开蓝车流窜至此，最后被重防的人一枪爆头死在桌上。关键是死在桌上，人为刀具我为鱼肉。哇，二六九，嗯，这个被发现是卡在坑道那个侧壁上，这个掩体其实蛮难挡住全身。是的，我前面也有这边烈女是打到了小堡垒，小龙是杀掉了年糕，哦，这里还是二六九，二六九跟月叔的一个对枪，可以补掉，其实可以考虑补掉。我社科哥将小奥带走，这样的话给点镜头，这里应该是被神奇四侠灭队。烈女，烈女，我这两枪可以啊，是一个单点，直接爆掉小仓的头。紫萱带走猫九。这样的话三队应该是直接在这里要遭遇了。二六九都要打了，现在血量不多，回头漂亮，灭队。二六九这边将甲辰带走，另外一个方向主要是鼠大王帮了他一脚，鼠大王这边将孤独药杀死之后是帮了他了，是，但是这个队友不太好救啊，还没有爬进毒，救不了，救不了，救不了，直接哎，小心我打你啊，爬进毒有没有机会，快快爬进毒就救，爬不进就算啊。最后一点血量，哇，最后一点血量直接爬进毒了，我们看看血量多少，往上抬一点，就咱们直接下点还是下点，走前面太可怕了，最后一点血量极限，我怎么又没头盔了，坑道里有几个包可以填，有人开枪，这边小仓刚才被爆头击杀之后头盔是不是打掉了，手上拿着乌兹和幺六，我是西方，刘皇，你先别问我，我在看麦田，等一下。这边是烈女的声音，很认真，在看麦田。房子那边打起来了。下蹲站起，看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视角的变化看到人。这是现在往楼里爬的严子轩，这边想要补关门没打死。年糕我就补你，补不到了。小绝反打，对方也藏到了身后。光头强直接将 FTD 的车给打爆了。他们这边应该是。神奇四侠在和这个幺二四六进行一个房子内外的战斗，那还是房子里面占便宜，而且他朝向的方向对面应该是在跑毒，记得人在往那边走了，关键是卡住了位置啊，到后面来，到后面来，把饮料打满了，我打好药，走吧走吧走吧，我药打好，等会儿等全打好，哎，咱们必须开车，不开车真过不去了，太远了，这是社可可的声音，他们这位置不太好，下一个圈往下刷了，这个旁边有一辆车两辆车，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开车，选择了跑，旁边一辆车他们已经听到声音了，是小爵好像还想打这个车，我们直接开车走，这个地方小爵要碰到紫萱被打了，小爵被树后的紫萱补掉，阴掉了一下，但是射可可本来差一枪的话有可能小爵还能活下来，是的，就晚了一点点，如果是没有被这个紫萱补掉的话还能救的，三队是不是当时愣了一下看到紫萱这个名字以为是严紫萱，然后他看不到名字，看到名字也要打。哎，鼠大王还活着，陈佳琪在毒外，应该是没有载具在跑毒。这个地方还想跑毒圈，毒瘾好大呀！索尔君，哎，这次欢乐送餐活这么久，天命圈，而且占了一个天命圈的房子，天命圈的这一个小塔楼被他们占住了，是而且是四人四人满编制。另外一边分别是，哦，这里是混子大队，混子大队是满编制的，在两个房子里面蹲着，但是我有一说一啊，这个楼你们最好别露头，露了头会扔手雷的两颗手雷你们可能就死光了，是的，低门，我低门，天命圈，天命圈，哦，这应该是
欢乐颂三在几周以来最好的一次成绩了，是的，又来车了，而且是整舰队四个人都游到了这里。守门应该说，一家人齐齐整整活到了几乎是决赛圈，是不容易的啊，对他们而言。因为同样都是炉石玩家，我一直在内心里默默的希望他们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是的，啊，我跟嘎子一个房。他这是扔烟雾想要过去，想要进那栋小木屋。二楼还有个人啊，趴在二楼。发现了这个，哎，你们再看一下六零那方向，你们再看一眼六零方向。托马斯冲房，能进，从我那边能进。这是他们自己的房子吧？应该是自己的房子。塔楼能扔个雷吗？我扔过了。塔楼如果有雷的话，真的是一雷四失。在二楼趴着，这个雷没扔进去。我操，雷没扔好，扯淡了。垃圾那里还有人吗？没人了吧？还有一个呀，肯定有一个。老孟和他队友呀，老孟死了呀。扔进去了，那个人被别人扔进去了，但是老幽荣爱，幽荣爱被炸死了，炸了，炸死一个幽荣爱，上不上吗？但是这个时候在救的时候只能半身。可以冲，好像是秋日他们队的战斗力不是很强。还有雷吗？这个评价很中肯。那么四个一起冲，哎，我们看到直接跳窗，再扔一颗。托马斯，这个时候闪光要冲了，还有直接进去打。物资的子弹够不够？哎，旁边后面就有一个，后面有人，后面有人。啊，这个躺下他是雷，哎，被秋日他们团灭了。哎，战斗力不是很强。地上趴着呢。挪压进去补到了。秋日，加油，秋日，漂亮，秋日补掉，秋日带走了挪压，快点把他补掉出来，补掉，枪决。救人，关门，救人。大哥，你关门，这个门怎么关？这个门关了有什么用？可以。再救索尔。我打死两个，我操，两杀。哎，我们灭掉一队吗？在千雪和索尔之间，秋日面临一个选择，他选择了索尔，然后他们被灭队了，然后被这边前一秒钟他们在问我们灭队了吗？听来说我都不知道谁是谁。差一点，离这个成就真的只有只差一步，真的是只差一点。啊，大表哥也被风行云云哥击杀，云哥现在是一个独苗，现在还剩四个队吧，五个队。有两个独苗，严子轩一个独苗，然后那个混子大队一个独苗，是的，雷娜和光头强都被带走，二六九也是独苗了，二六九是独苗，哎，那还真有机会啊，独苗比较多的话，独苗就有机会吃鸡了，你要是整整齐齐的这个四个人有两个队的话就很难了，是，但是一共只有七个人，三个独苗，外滩里有伏地的，这个时候就看谁更有耐心了，是，最后的圈是一个公路两边的一个小反坡的这样的一个地形。六个人加油啊，前面的卡车位置不错，这个地方需要找一个掩体，那个废车应该是有机会的，要把药他们小心炮楼啊，嗯，现在大家都是哦，六个独狼我们看到啊，不是有同一队的吗？没有同一队，哦，全部都是独狼，全部都是独狼。二六九、异域、严子轩、Pino， 然后那只是小贝，那就是还有风行云，已经是前六名了，对吧？就看谁的名次更好。这边二六九想要过马路，圈已经在缩了。这边二六九被打发现了，二六九是被 Pino 草里。哦，严子轩发现了，然后 Pino 这另外一个方向是在房子里面把在地上跑的风行云给打死了。是。我前面看到云哥是走了出来，嗯，这时候老李终于可以长长的叹呼出一口怨气。你这样爬过去，云哥到现在才死。严子轩在空地上面匍匐前进，爬吧。他没存在。啊，最后剩的人少的话，就是真的拼枪法了，拼反应。这个时候拼的肯定是加速器啊。是的，这时候如果你使用的是网易悠悠加速器的话，你可以早一秒发现对手。刚才。二六九就是输在这一点上，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对方，被严子轩看到了。King XB 是小贝幺二四六，幺二四六的，今天的新队伍，看有没有机会吃一盘鸡啊？手里是九八 K 和这个 AK。严子轩这是连副枪都扔了，嗯。只留 一把枪，这应该是二六九的尸体，这个包他可能待会儿都会扔掉。哎，看到了，左边石头后面，小爵，让你石头过来，皮诺，皮诺躺着，
这边直接是把抑郁打死，但是 Pino 的位置肯定暴露了。 Pino 的位置暴露了，严子轩，哦，小贝带走的严子轩，小贝和严子轩一打一，小贝带走了 Pino， 这样的话一打一，看一下这一个车，秒错位置了。你确定在组里吗？确定，秒错位置了。打背身，打背身，哇，这样的话严子轩枪更刚一些。严子轩先发现了对手，那今晚的冠军其实已经没有悬念了。是的，神奇四侠已经是连吃两击24分，至少24分，在我们的比赛当中应该是肯定能拿到今天晚上的冠军的。刚才是19，就是第一盘有5分的。哦，第一盘也有5分。对，那这样的话他们肯定是今天晚上的冠军，而且是一个高分的冠军队。没错了，哇，可以可以，严子轩这个队在中段的时候，大概是倒数第三个圈的时候，减员比较严重，剩一个啊，最后在6匹独狼啊，再多一匹我们可以找个赞助了。6匹独狼的这个战斗当中，最终是脱颖而出，而且是的，其实最后耐得住寂寞很重要，非常重要。先开箱圈太小，基本上一开箱就暴露位置，没错。他那个位置他打死了269之后，他这一圈基本上已经没有人了，嗯。然后另外一边的话是22的在进行对决，最终杀出来一个。这个小贝，小贝在对枪的过程当中，由于血量本身就少，嗯，那个时候我感觉小贝可能打饮料，嗯，然后他那个时候没动，然后在打饮料的时候被严子轩直接绕到身后对刚的时候，这个确实是自身血量和枪没有对面硬，然后被打死，嗯，那这样的话这一场是神奇四侠冠军，然后1246亚军，是1246作为首次参赛的队伍啊。那个也是拿到了一个单场亚军的成绩，也非常不错。而且1246这个队伍我们发现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其实还是屡次有比较精彩的表现，例如说那一次的守楼，嗯，是确实是给我们看到这支队伍在战术素养上面的这种强大，就是对这个游戏的了解的就是熟悉，上手速度很快。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继续参赛，再加上他们队伍里一个重磅神秘嘉宾的加入之后，下周可能会取得更加理想的成绩，是的，至少在载具方面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是的。那接下来的话呢，要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点点时间，除了冠军之外我们还要统计一下这个金鸡奖以及其他队伍的积分，我们来看一段由齐小点团队试大腿为我们带来的主播正火玩绝地求生今晚吃鸡特别版。打不打他？打呀！哇操！牛逼！小绝，干他！干他！牛逼！小绝，哥哥，牛逼！啊，牛逼！快走，快走！老严要报仇了，快走啊！这位老严回来报你仇啊！风景秀丽的佘山脚下，动感、时尚、欢乐、梦幻的上海欢乐谷西侧，占地12万平米。色彩绚丽的玛雅城堡、华侨城水公园，以及拥有的12项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大型水陆游乐设备，在欢呼和雀跃声中，国际海浪的冲浪体验将为我们揭开一段玛雅文明起源的探险之旅。龙神诀，哎呀，老孟，这一队的话好像是要在机场被拼掉了。草莓想要救人，救啊，没来得及，他来回走了一下，人家一直在叫啊，我操，应该是队友动了一下，我觉得他是看上了队友的那个三级盔啊，我想说三级甲，想说没好意思说防区是吧，我过去，过去，过去，枪他有距离啊，269看一下这边错觉，还有人在跑，还有人在跑，就是一枪，刚才那些人被扶起来了，把他杀了。哦，棒，杀死了校长。这下跑出来了，赶紧截个图。有一个还在那个，我忘了大事了。干了。我也支援，过去支援。靠近哪里？海景房？就在他们脸上。我的旁边，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枪，可能没有。校长。校。不是，杀。校长。不是，你打的。对，是你打的了。这样校长，我不是故意的。等，你别杀他了，你走吧，现在来有队友能扶他，你快走吧。哎，这是木有照片，木有照片，这边打死了269，他们准备跑了。我是校长，他们要跑了，他们不敢扶。
校长被他打跑打倒了，好绝望呀！然后放校长在那边慢慢的死去吗？看一下校长还有队友吗？他们现在应该去找校长的队友过来救校长。还有个老 A， 老 A， 你这个时候应该要冲出去啊！你怎么来这么快？我操！校长，哎，老 A 怎么在这里啊？对啊，老 A 的位置不对啊！有人跳错了。欧巴两次啦！好，马上凉了。又是欧巴，又是欧巴。不，欧巴这次想的，反正我可能就不在这儿干了，我就放开手脚吧。怎么哪里都有你？哈哈哈喂喂，好，两位主持人好，我这边是向您主要好 UNO， 我前面在海边暗中观察了很久，突然看到天降罪，哎哎，这个是谁？这个他，我觉得我应该跟他沟通一下，不要杀，不要杀，自己人，自己人，这个空投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那我舔空投啊，你给我警戒。少帮主。我不跟你抢，这是你的，这是你的。瞅一眼应该不要紧吧，应该已经看不见了、已经看不见了、哎、但是从子弹来看、应该是这是 M24 这个甲是不是给我丢的呀？ M24 和三级甲、我穿上了。穿上他不会打我吧？会的，算人头吧。其实我觉得之所以少帮主对于战地记者这么的友好，是因为他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他给你扔了个包。他给你扔了个包。谢谢谢谢少帮主，谢谢少帮主。因为只有少帮主知道这真的是战地记者。这真的是战地记者。含泪打包，这是感动的泪水。感谢感谢，再见。少帮主已经成家了，优诺也有男朋友了，所以这段缘分只能在游戏里了。这是赝品。哎呦，没撵过去。哎，没撵死，没撵死，撵了一下脚。哎呀，这是狗的。哎，发现少帮主了。少帮主，这是上午。少帮主，这个时候关键是没雷啊，有雷的话不好打。一枪漂亮，打倒一个。左边不用管，只要管摩托车，甚至可以把摩托车考虑打爆。打脚没打到，打到沙滩上面了。帮主，你的对手不强，关键。帮主很打脚丫，那个脚露出来了，你看这车已经快爆了，你把车打爆不就完了吗？打脚打到一枪，空血了。一枪漂亮，可以上去收了啊！全灭队了，灭队了。我跟你说，对战地记者好就是对记者好。囚徒应该是在蓝圈内。来，囚徒。嗯。哎，这有伤风化呀。怎么说身材还是可以的？哎，这个跑姿的话确实有一点。你看着他的身材，你再想到囚徒的身材，想到囚徒的脸配上这个身材，那真的是很恶心。怎么卡住了一个被迫的位置？托马斯。这边，战神托马斯。都是这一队，打掉两个，炸死一个，然后打死一个，快快八倍镜四倍镜，我操，我的个妈！好像托马斯不愧是我们看到混子大队里面的战神啊！这个队怎么回事？这个队怎么回事？给你送了钱，你还问人家怎么回事？把人家杀了劫了，你还问他怎么回事？你怎么被我打死了？你怎么这么多钱？他不被你打死，就是你躺在地上听他训你了。看咱们半天了。换成全自动了吗？也有人，别别别，也有人，草原正前面，怎么办？能不能打爆咱车上两个人？全力开火！哎呦，下车了，打爆了！就是被我狙的那个。哎呀，完了！哇，这么肥的这个队，这个队怎么回事？我了个妈！我操！这队有毒吧，招不住了，这么肥的队。两辆两辆两辆两队两队，可以打吗？可以打吗？可以打吗？可以可以可以。现在
我等等了翻车，翻了翻了，把技能塔楼灭掉。塔楼，他进塔楼了，可以打四个人。老齐，我这没事。漂亮漂亮漂亮！哎，完了，我喊六六六的，怎么？这边他们不在安区，他们很着急。感觉他们有可能会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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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迟出丑了吧？悠悠加速器快速解决延迟问题。网易悠悠网游加速器，专业解决卡机、掉线、延迟问题。好的，观众欢迎回来啊！我们的今晚的这个今晚吃鸡吧群星争霸赛已经是打出了最终的结果，马上是我们这个评分盖棺定论的时候，同时我们要采访前三名以及一组特殊的恩怨情仇的冤家。好，在此我们还要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赞助商，也就是网易悠悠加速器的全程赞助啊！相信队员们在这样的加速器的辅助下会更好的一个发挥。好，那我们先看成绩统计啊。第一名毋庸置疑，神奇四侠，但是其实后面有两个队伍跟得非常的近。刚才我看错了，他们之前没有五分，他们是两个十二分的，两个十二分，二十四分，然后教化肌肉二十二分，差两分，给点镜头，二十二分，二十二分，很接近，非常非常接近啊！所以说今天是险胜。那我们还要关注的两个队伍的成绩，一个是那个日理万机拿到了十一分，是，然后木有欧棒只有一分。那还是有十分的一个巨大领先优势啊！从这一点上来讲，其实我是想帮欧邦先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氛围啊，开拓一下。好，那冠军就是神奇四侠，对吧？是的。那么个人击杀方面的统计不知道出来没有？个人击杀方面的统计，一个是幺二四六战队的子勋啊。还有二六是二六九啊，那就是两个人并列的话，这个咱们就不用再搞什么拳击了，就是一人发一个金鸡的那个面罩，对吧？对，来，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采访一下我们本次比赛的一些队伍哈。是，首先来采访一下冠军神奇四侠战队，来，老朋友又要见面了。来，小楼、小爵、子轩，还有佘可可。我们一定要说严子轩了，因为现在多了一个子轩啊。Hello， 恭喜你们啊，再次拿到冠军啊，厉害厉害。恭喜啊，来上啊，冠军哇，气氛搞起来。小杰还是自己人啊？为什么你们都那么的啊？就小杰稍微有点嘎，咱们就正常一点、啊、就你的队友到底怎么回事、行吧为什么拿了冠军一点反应都没有？小杰，大概他们已经拿过一次冠军了吧，我第一次拿。哎，在我们的群星争霸赛里两冠的除了你们还有别的吗？十月的机不可失啊、哦！行，你们现在并列两冠啊，先不要骄傲自满，目前也不是最强的，是并列最强啊、嗯。那个刚才最后的一场，那个就是第三场的决战，是最后一个圈六匹独狼，严子轩成为了脱颖而出，下到最后的那个王者。是的，当时采用的是一个什么战术打法？没啥战术，没啥战术，牛逼打法，老牛逼，正常发挥，正常发挥。哎，最后那个就是跟对面一挑一的时候，你是不是一开始判断对方的位置是有偏差？没有，我一直以为是在石头后面，然后我觉得他石头后面不可能在那儿啊，我想让他跑到车后边，然后就冲到车后边。最后一对一钢枪还是钢赢了啊？对，我满血了。哎，你们这场比赛里面好像是这场还是哪场有一个好像车被打爆的情况是吧？应该是第二场。
第二场是不是车被打被谁打爆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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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爆，我们没车，我们是两个摩托。哦，就是直接在车上面被打下来了。对对对对。啊、就是所以开车有风险。嗯，哪怕是最强的战队，在路上的时候被人打劫，也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人家打了个先手。嗯那我想接下来问一下那个小楼啊，就是现在咱们队伍已经站在这么 top 的一个巅峰的位置了，然后拿过两次冠军了，就算没拿冠军成绩也非常不错，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追求了，感觉你们下一步想努力的方向是怎么样呢？下一步我们杀欧棒吧，杀欧棒吧，我们要帮老板报仇的，就是从名誉已经有了，下一步是争取经济上的更多的实惠是吧？嗯，对。现在下一步是要做赏金猎人啊！现在我棒一个人头几个强呀？大概不知道，市场价现在还不知道，待会儿要去寻一下价吧。上一周我杀了欧棒，校长给我刷了十个枪，我觉得我们下一周这周应该肯定涨价了，涨价了。那起码得20个起吧。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校长刷墙刷到破产。嗯，我觉得再发展下去可能会成为这样：欧棒一开直播，然后无数人就在那个普通的游戏里狙他，然后杀完欧棒截图发给校长微博艾特一下，也有东西收。微博艾特给上支付宝的账号是吧？这个可以的。好，那希望我们神奇四侠接下来继续有好的表现，也希望小楼。除了这个辅助兵和医疗兵的角色啊，在枪法上能够进一步提高。下一步你们的方向就是让小楼杀人之后吃鸡啊！对，好，好，加油啊！我们下周见，加油，加油！那接下来采访一下第二名叫花肌肉孟叔这个队伍哈，是，哎，老孟，老孟，老孟，孟叔，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差一点点啊！啊，你们是22分，最后的冠军是小楼，那个小爵他们是24分，就差2分。我们第一把和第二把就是都有些意外啊，都有些意外。然后第三把的话，第一把、第三把都有点意外。嗯，就是说这个队。因为我们这个队除了我是枪最菜的，其他都太刚了，都想去杀人，什么攻楼啊，上去就回不来、啊。对，我看到你们攻楼攻的特别多啊，啊，就是太小自信心特别强啊。对对对，就是这几个自信心太爆棚，我拉不住，简直喊不住了，就是。那我觉得可能还是指挥执行上要向神奇四侠那边靠拢一下，就是神奇四侠那边小楼枪肯定还没有你好嘛，但是他们好像就是比较听话听指挥啊。对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脱缰的野马，我觉得我你要拿你的老江湖的这个江湖地位镇压他们一下，要听话啊、下周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了，这确实太过分了、啊、一个人牵着三只藏獒、哦、这拉不住，这也是肯定拉不住，真的拉不住，这被五马分尸有可能、啊、我们第一局你敢拉我先把队友抱个头孟叔也不敢说太多话、第一局什么我们第一局和第三局只要是稍微冷静一下基本上应该能超过小球那队的分吧，反正是行，那这周留了什么遗憾咱们下周补回来好吧。 OK 下周见，下周见，好，下周见。第三名应该是兵类第二，第二啊，给点镜头啊，这周他们叫什么名字？也是给点镜头啊，没在这个 list 里面啊。对，来采访一下小奥啊 ，Hello， 喂，哎呀，你们离冠军只差两分啊，你们22分，就差一点，我们以为差5-6分啊，没有，就差2分。走，吓死我了，那就是比上周提前了一点点，对吧？是是是，对，我们每周都得有进步。我觉得继续努力应该是冠军指日可待啊。是的啊，应该说奥神的进步是非常的大的。下一周如果把自己的这个目标放得更远大一点，不只是杀戴尔的话，我觉得你们进步会更大。戴尔他们的分数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高度啊，你们为什么一直想着杀他为目标呢？你们应该看得远一点。因为他说着上期都说了他是我们的逃叛之将啊。所以你们要就是杀这个逃兵啊。那现在我觉得对逃兵的怨气应该已经通过这周的比赛差不多了吧？我觉得还没有吧。他被戴尔杀了一次啊，戴老六瑟瑟发抖。跟你说，戴老六直接杀了啊，戴老六被悬赏了啊。行，那反正在咱们的比赛中，私人恩怨你们这一队应该不是最厉害的啊。咱们待会儿会采访一个私人恩怨更厉害的队伍。我懂那我不如提前前瞻一下吧。是吗？这个事情，小奥你怎么看？
就是如果就是我们说起来打游戏肯定不生气嘛，对吧？对，但说实话，如果把你带入到校长这个位置，在两周的时间内被欧邦这样干了三次，你会是什么样一个感觉？熊猫地址他应该知道，二十层也有小财务就行了。OK 了，来我做结账，过来结个账就行了，算一下时长啊。好，希望你们下周继续努力，好吧？我们下礼拜见。谢，拜拜。嗯，来，接下来这个采访很有难度啊。第三局杀九个。嗯 ，Hello， Hello， 对啊，你第一局杀到四个，校采访一下。嘿，hey， 我们来了。Hello，Hello，Hello， 你们现在是在一个 YY 里是吧？对啊啊！不是，主持人，先让我哭一会儿。校长，我错了。哎，你这个怎么有点感觉把校长毙了之后，在人家坟头哭的这种感觉啊？不是，你上盘结束的时候，你说你如果再把校长击杀，你要带个烟雾弹。我想知道你刚才把校长击杀之后，你做了些什么事儿？我就被他补枪了，很坚决的补枪了，很坚决的补枪了。嘴上说的好，他打我之后身体还是很诚实。他瞬间给我补了，好吗？瞬间补了，打了我五枪，拿着 SKS 打了我五枪。啊、嗯！现在坊间传言有这么几个事儿，一个是那个欧邦的时长，现在财务熊猫财务已经在结算了。第二个事儿是那个，好像以后在普通的游戏里杀欧邦截图，微博艾特校长应该也有相应奖励。请校长出来澄清一下。啊，不用澄清，这两个都是事实，这两个都是。我觉得下一周我帮这个参赛是肯定不太可能的了，反正正好下周 CJ 是吧？对，不是。那刚才我比赛之前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是吧？事情在一在二不在三，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巧的事情。我怀疑他有可能是开着直播看我的方位过来狙击我，他有可能有个仇富心理，你知不知道？就现在的人很浮躁，都有这种仇富心理。所以我爸应该就是这种人。所以这应该是有预谋的，这绝对不是巧合。因为应该是有预谋的，因为我爸知道校长是最喜欢跳那个地方，他还要跳这个地方。而且他是后来跟过来的，刚开始根本不在那里。慢慢跑过来狙击我的啊！我那我们都知道处心积虑啊，我们都知道校长不只是熊猫 TV 的这个老板，也是我们银板 TV 的股东。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表明立场，我们要表明我们的立场。是那个校长，你那边的奖励当然可能要比我们悬赏的更高，但是我们也尽一份绵薄之力。在接下来一周的所有的这个比赛里面，不管我棒在哪个服务器，只要有人击杀他，截图证明是确实击杀了我棒。可以艾特英巴的官博，我们奖励不高，100块一张图，好吧？要破产吧？每天打十多把的。大家注意啊，这个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在服务器里面，如果击杀了一个叫欧棒的同志，记得截图，对，有悬赏。你最好是把那个欧棒当时在直播，然后被击毙的那个直播的镜头也截下来，这样就肯定是落听了，没错了，对吧？好吧。我们把两个图比对一下，基本上就能分析出来了 好的，那不管怎么说，这个欧棒也算是做出了前无古人后可能也无来者的一项。哎，那不对啊，那等会儿啊，我们这次比赛，我帮他一次，我们守两回了。从现在开始，从今天比赛之后开始，好吧。你们要是自定义杀了欧棒也行，来找我拿红包。不是最后一把，明显是我们这队该吃鸡的，你知道吗？是，你想最后剩一个269都能杀九个人，其实我们队是杀多，你想四乘九，哇，30-40个人的实力，这是我们的实力，你知道吗？但是他上来就给我击毙，我们团队灵魂没有了，灵魂，真是我们校长一死，我们群龙无首了，就是没有人带队。对，才会发生这种事情。现在可能是我在熊猫 TV 说的最后一次话了，也可能真的就是最后一次了。欧棒离开的第一天，想他有没有主播同事，现在的主播同事还有谁有在五八同城有熟人的，帮我找份工作吧。好、我知道了，你应该是已经找到新工作了，给了新的东家已经开始打广告了啊。不，我觉得有阴谋，这是投名状吗？欧棒，你老实的说，到底是谁给你开出的这个悬赏？我给双倍是吧？好，还是很欣慰的啊。好，那不管怎么说，那今天的比赛也算是结束了。希望你们下周欧棒再接再厉啊、什么过一关不过三，咱们争取来个十连中十环，好吧？好，下周欧棒我在直播间等着你啊。好，我们下周见啊，拜拜，拜拜。
人。好，那这种情况确实谁也没有料到。对，怎么就有这么巧？你说枪林弹雨之间有这最后的关键一发子弹，嗯、是吧？就是欧巴能打到。其实是这样的，客观分析啊，我们就实打实的，不吹逼，就是他们都比较爱跳机港，这是一件事情，对吧？第二就是当一个少年人做出了一点点可能有点犯例，没有受到很大的惩罚，他会觉得我再做一次吧，感觉好棒哦，就是一种犯罪的快感。对，他会连着干，对吧？那从游戏规则上来说，这当然是合情合理，可以允许的。但是对他个人的精神上的刺激和愉悦，可能是击杀其他人达不到的。所以上一次应该说这个只是行政拘留还不够，嗯、还不够严重。嗯、接下来看来是要、啊、要判个刑。反正咱们和观众是一样，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我们期待事态进一步升级，好吧？好，那这周我们的这个今晚吃鸡吧群英争霸赛到此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下一周的话，应该还是周六的晚上是吧？周六晚上七点钟。嗯，下周周六应该是我在 China Joy 的那个熊猫展台做主持。好，那我们下周六晚上七点钟啊，不见不散。是的，感谢网易悠悠加速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下周六晚上七点钟不见不散，拜拜。